你竟很深吗？很神奇吧？这样看根本看不出来。八年了，他竟然已经在我脑袋里这么久，你会怕吗？ 为什么要怕？
其实跟我一样，毫无预警的。等发现的时候，对你的感觉比你想象的还要深。恭喜，你要赶走的是他，不是我。你真的很特别，比我想象的更勇敢。医生说，就算开刀，成功几率也只有10%。你有没有玩过大富翁？在大富翁的游戏里，命运跟机会都有16张牌。抽到的几率都是50%。我们两个的爱情就像抽到的机会可以相爱。只不过马上又抽到这样子的命运。但游戏还没有结束，不是吗？不管他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命运，只要在游戏还没有结束之前，我们都没有放弃，这样就会有机会可以赢的。恭喜。为了我，力量。